我。啊，我有骂你吗？我有说什么脏话吗？你不用说脏话，你就可以违反社违法了。为什么？我用什么？少用点。我用什么啊？我用什么啊？啊，我用什么啊？请问我用什么啊？啊，请问少用点啦、啊，用成这样。我用什么？请问我用什么？少用点。我用什么啊？我用什么啊？用啊，我用什么啊？好了啦。请问我用什么啊？啊，请问违反什么社会？社会秩序违法。啊，请问一下你自己的，我要不要我放录影给你看的、啊？可以啊，你放心。请问一下，我怕什么？哎，你不要推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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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。好，你不要推我。你报完身份证之后，他好像跟我说，他听错，你就重强调一次，然后声音比较大，他就说我什么态度恶劣，送到长泰派出所。然后这个黄姓员警还跟他的同事讲说，欠修理。是同仁行经的时候，看他神色有异啊，而且要走路巷弄，所以我们在第二次。在遇到该名的时候才进行盘查。来一下，打一下。你打你、啊，我怕什么？请你上车。请问一下，我怕什么？请你上车。我违反什么社会？社会秩序违法。啊，请问一下，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违法哦！你不要推我，跟你讲哦，你不要推我，上车了，上车，上车。哦，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。啊，你就违反。你不要拿我手机。啊，你就违反这违法。你拿我手机干嘛？你违反就违法，你又不上车是啥？不是，你拿我手机。你可以上车吗？哎，我先问一下，我现在就不上车。啊！你推我干嘛？啊！你就违反社违法，你又不上车。啊！如果你们讲了，你录啊！啊！我有骂你吗？我有说什么脏话吗？你不用说脏话，你就可以违反社违法。为什么？我用什么？少用点。我用什么啊？我用什么啊？啊！我用什么啊？好了啦。请问我用什么啊？啊！请问少用点啦、啊，用成这样。我用什么？请问我用什么？少用点。我用什么啊？我用什么啊？啊！我用什么啊？请问我用什么啊？啊，请违反什么社会？社会秩序违法。啊，请问一下你自己的，我要不要我放录影给你看的？可以啊，你放心。请问一下，我怕什么？哎，你不要推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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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不要推我。你报完身份证之后，他好像跟我说。他听错，你就重强调一次，然后声音比较大，他就说我什么态度恶劣，送到长泰派出所，然后这个黄姓员警还跟他的同事讲说，欠修理。是同仁行经的时候，看他神色有异啊，而且要走路巷弄，所以我们在第二次。在遇到该名的时候才进行盘查。来一下，打一下。你打、啊，我怕什么？请你上车。请问一下，我怕什么？请你上车。我违反什么社会？社会秩序违法。啊，请问一下，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违法哦！你不要推我，跟你讲哦，你不要推我，上车了，上车，上车。哦，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。啊，你就违反。你不要拿我手机。啊，你就违反社会法。你拿我手机干嘛？你违反社会法，你又不上车是啥？不是，你拿我手机。你可以上车吗？哎，我先问一下，我到底哪里？你现在就不上车。啊！你推我干嘛？啊！你就违反社违法，你又不上车。啊！如果你们啊，